来自 Glorious Timepiece GTC4 的小周，好久不见。今天的这个影片呢，你们一定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结尾是有彩蛋的哦。然后今天的话呢，要介绍给大家一个非常高性价比而且全新的一个小众品牌，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啦。那提到全新又高性价比这几个字呢，当然是大家没有看过的。这个品牌叫 Eros， 目前推出了两个比较主打的系列，一个是现在比较多年轻人爱的潜水款 Nautico， 另一个则是设计比较有飞行员特色的表款 Stratos。小周先来和大家一边开箱一边聊表。说到这个开箱哦，真的很有诚意。潜水的表款用这种防水防震的这个手提箱来搭配。另一款这个飞行员表款 Stratos 呢，开箱则是较为简约的表盒。先说一说 Nautico 这款潜水款，都可以选择全不锈钢带或胶带，钢带的三板造型耐看而且不会老土，也刻有这个品牌的 logo。 至于胶带呢，是用了可以方便拆表带的这个快拆表耳，主要小周觉得它的这个胶带质量真的很舒服，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的那种，而且胶带底部做了透气的设计，这种设计可以令到这个表带看起来更有弧度，颜值真的加分不少。大家也知道呢，这个小众品牌最大的特点就是配置规格一定一定会比传统的这些大品牌来得更强，而且价格是更亲民的。就好像今天大家一起看的这个表哦，是有全夜光潜水表圈，而且是 ceramic 陶瓷材质表圈，全超强夜光表盘，真的是连在表这个表盘的字和 logo 都是有夜光的，爽啊！真的是好像小刚去拍比基尼小姐姐这么爽。使用的这个潜水规格呢，进攻超强 NH 自动上链机型，还做了这个透背的底盖等等等等。还没说完，一起来看一看，大概在2000上下的这个价位，有这些配置，小周也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有诚意。潜水表款，小周手上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海军蓝，一个是烟熏棕褐色。小周拍出来的照片，某些角度还带有点紫红的感觉，很特别的表盘颜色。表可 43mm， 而且表镜用了加厚的蓝宝石材质，确保这个防水可以高达200米。连后背这个透背的玻璃底盖也一样用了蓝宝石材质，这真的很少见了。整个陶瓷表圈还做了120格的计时旋转功能。120格在这个价位真的很难找到，而且旋转的这个表圈的声音手感，我小周敢说是我玩过在这个价位数一数二的质感，而且还比精工的乌龟鲍鱼手感更细致，非常有劳力士的那种细腻感。而且表圈是有夜光的，表冠龙头也是用旋入式，用起来真的更有安全感。表盘呢更是一大特色，连品牌的 logo 和所有的字都有夜光。他手上把玩的时候，听到有这样子的配置，我真的觉得太有诚意了。把这个品牌目前呢也没有推出石英机型，全部都是机械机型，所以这一款表用的是业界出完名耐操用的精工 NH 机型。大家也知道 NH 其实就是精工 Seiko 的 4R 系列的机型，有看小刚修复表的影片呢也知道精工机型在表界是非常高性价比的一款机型。如果不说它其他的那个规格，就单单数这个机芯就可以秒杀市面上很多用中国机芯的品牌了。那另外一款接下来就由小刚啊来为大家做介绍哦。那另一款就是比较有复古味道的这个飞行员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表款啊，因为它用了这种方中带圆的这个表壳啦，就是我们所谓这种
pillow shape 的这个枕头型的这种设计啊，有一点像那种沛纳海这种比较古典的这个设计哦。那表格也是一样，43mm 的这个不锈钢这个规格哦。表盘的设计啦，对我来讲真的比较算是一个很亮眼的这个特色哦。你看它整个数字啦、时标的这个样式啦，真的是在市场上啊，可以说是很少见到哦这样子的设计。那配上飞行员表款该有的这种大型指针啊，哇，真的很有那个味道哦，那一种战斗风的那个味道哦。那小刚手上这只是配了这个不锈钢的这个表链哦，我个人觉得啦，如果换了一些复古皮表带啊，感觉整只表的味道又会不一样哦。而且虽然是飞行员表款哦，但是它这一款哦防水还是一样哦，也是高达这个200米，哇，这点就真的很不错了。而且也是一样，旋入式这个表冠的这个龙头，表镜也是一样，蓝宝石材质的规格，而且机芯也是刚小周有提到的这个精工 NH 系列的这个自动上链的这个机械机芯哦。那有兴趣入手的朋友呢，可以就是留意这个影片下方的评论区，小周会把详情写在下面。因为这个品牌推出呢，有提供额外优惠的这个折扣给这里的表友哦，所以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周，拜拜。你冷多一次不要？冷多一次，不要啊，冷啊。OK， 不要了。